我条颈好攰啊！你已经买咗几个枕头啦？我瞓得唔好啊！但系呢几年嚟买咗几个枕头啦？我谂七至八个左右啫。一个送咗俾阿爸，一个送咗俾阿哥，一个又唔知送咗俾佢阿妈。一个送咗俾我妈。跟住咧，就俾佢又见到呢、這、一个呢、這个牌子。我买咗啦。希望我今天睡个好觉啦。王牌啊，咩啊？西川。西川系嘛？西川最强嘅枕头。咩感觉？咩感觉？都好包住我头啊！俾二千几蚊包住嘅感觉系点啊？哦 ，OK 啊，几舒服啊！瞓得着未啊？瞓得着噶啦。不过要看你瞓几日先系嘛，成日头一晚都好似好舒服咁噶。早唞。The next day. Good morning. 好唔好瞓啊？瞓完，我真系觉得条颈唔同咯。好好啊，我觉得佢呢个设计咧。好似包住我头咁。我平时我头先去咗厕所之后做咧，平时条颈我好中意伸下懒腰，会有啲啪啪声咧。头先我试过，好似冇咯。咁犀利？即可能个位啱咯。遮住咗暗疮先。诶，靓晒咁样。等你瞓多几日，我先再问你好冇？起身。起身了，不要再睡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睡了几个月，怎么样？行不行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怎么好法啊？我没再嗌任何的颈痛了，你不觉吗？好像是哦。送了给你。多谢你收看我们的短片。看完麻烦你，希望你可以给多个 like 我们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仲要揿埋隔篱嘅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下一条片噶啦！拜拜。